哥，今天带我去哪儿钓鱼啊？今天带你去我们战队里面的一个兄弟开的钓场。哎，那可以哦。走，去盘吧。60块钱，4个半小时，回鱼2块，钓不钓？这么便宜，有没有鱼钓嘛？哎，你怎么说话的呢？都是自己人。你们也不要在我面前演了，想玩翻倍就来，玩几倍。哇，你要这么说，那多不好意思啊。那就。你有什么不好意思嘛？那就翻个5倍吧。5倍多没意思啊，直接翻10倍。翻10倍？啊。这么敞亮。那我不就放开的玩了？必须的呀，开搞啊！星星，你翻不翻呗？哎，我就不翻了。那个鸡是不是你家的，老板？是啊，我家的。哎，那就妥了，那就可以了。走吧，咱找定位吧。OK，OK、okay, okay、了 啊, 啊！别说那个我自己人伤害自己人啊！必须的，哥。它里边都有啥鱼呀、啊？这里面呢，好像是中和塘。什么草鱼啊、罗非啊、鲫鱼啊、叉尾啊、鲶鱼啊、黑碗呢、啊？大鲤鱼啊！不，总结一点，所有淡水鱼种，它黑坑里边都有。也没那么夸张，就是听说这里面的大个体鲤鱼还是挺大的。那可以哦。但是小个体的鲤鱼也挺小的。那没事，我相信你。不用担心。我现在在这里精挑细选的选择钓具。因为今天的钓票已经变了，本来是60块钱的老头乐啊，现在变成了600了。活鱼本来是2块1斤，现在20一斤了。走，就这支票。走吧，我们先去开料。走。但是散炮的话，我们前期就是捏小散，一点点小散，一点点小散，频率打快一点。它因为它不像说是密度大的一些塘，像它本来60块钱的休闲塘而已。比如说我们散炮量大了，窝量的投量大了之后呢，本身它这个鱼情呢没有那么快，那你窝里面鱼不多，那吃饵的一个概率就低。出快一点，前期就是打频率。又怪你！哇，这鱼太伤了，老鱼，身上全部都是已经结痂了，身上老鱼，骷髅鱼，第一条。哟，我怎么还来个鲤鱼嘞？草鱼啊，罗非、草鱼、鲤鱼、草鱼，哟，还好是进去了。来吧，凶得很啊，凶得很啊。这个鲤鱼是从非洲来的吧？黑不溜秋的。哟，这都休闲塘里面老演员了，难怪。看来今天再打点金数还有点难了。都这么小的一个个体。就凭他？你不要小瞧这条鱼啊了，啊，老板，这个一斤有了吧？我找个20的吗？一斤就20了。我怎么还有20？啊，不要喊切啊，我稳得很，20。哟，哟呵，这么冲，这个小李子可以。
这个还是有点太小了，还是不给我哥大小一点，一会儿上。你这个大，我就没有吗？我这个也要到一块钱了，这一条。20。我不要弄。20。荷花礼呀、啊，一条荷花礼。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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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来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来来来哇哇我这条看你这个简直钩子挂不住了我这不大吗我这个1斤半哦你这个多大呀我那个10年后已经10斤半钓的谁啊钓的怎么样不怎么样不怎么样那今天是你盘我还是我盘你啊我不知道反正我就说你那鱼太小了。煤气豆腐。我不会去做。那个指甲这么大的都上了好几条放腹里面钻出去了算谁的嘛那也看不到。哎本来是今天想盘你的。那估计是被我盘了。那你说这话我就有点不太服。这不能给你盘。来小雷把我司命骨开出来。还是你想办法呀你这一斤鱼20块钱我不得想点办法这能拦吗、啊、可以。你想盘我。自己人对自己人下手都那么狠。然后对比不下手狠一点那还行啊。可以打服吧可以。可以是吧性感多长还就行性感。6米3是吧行。哇想吃你们。哇哇这么大一个草鱼啊荷花鲤哦荷花鲤哦哇哇哇哇塞哇太开心了吧你看给你们拿下来我感觉咦别动乖乖我鱼又掉了你看它怎么还会叫呢老板老板、哎、你还不去抓鸡呀、啊、你看这么大个鱼都上来了快去抓鸡吧看这个还不算大老板太猖狂了赶紧入户了入户了。我跟你说打服打起来你就完了。给我一个人弄个冰吧。打服打起来就不是几十斤能够就解决的。像这种一定要打快打得越快距离越多。他本来像他这个鱼呢老鱼他这水面有点接不紧。我们就打一点点行程。行程如果说打得起来那我们就数数啊。只要说打服打到数数那就恐怖了。不是下去就打第一个是不看漂第二个的话要么你打起节奏来就是1 2 3起1 2 3起1 2 3起对不管有没有口就得起另外一种呢就是看线看压在水面的主线看到没有主线快速的动了那就得打主线定在那里本来它是正常的往下沉对吧它不沉了本来到了那个时候它得往下沉它不沉了到了那个时间那就得打。或者说快速的你们不要看我漂就看线。来干嘛来吃下去走远的不吃下去就来吧吃吧不吃不吃来你不好喂我你不好你喂我来吧来吧。想接我又不能想耽误我时间是吧那我看。好不容易打起来了这战术是好的。1 2 3吓到我了。怎么还有苍蝇呢不要咬我啊。去。
我都不看飘的，动不动就行。行。娘，太帅了吧！都给打针了，快抢！不，吃饭了，不要笑了，到中了。 尴尬了，怕你做好了。吴总，还不知道谁扶谁，那回鱼嘛？一起来才知道。打不知道的人，嫂子先上，对吧？打不我不知道打了怎样，我就钓了一两条鱼。哎，有没有？不是我的，听说好了。钓钓条鱼，提了之后鱼做好了。你这都提前做好了吧？没有，你钓鱼的时候，老板要杀鸡了。还好你是提前做好了啊。你回不回？你不回我，这回有口，我告诉你。我也会。 老板，一条鱼，老板自己的鱼，一条鱼20，一条鱼20，一条鱼20，按条数吧，老板。对，没开秤。看呐，帮我看到，看到去皮去好了没有啊？来，起来吃饭。58斤带货。 58斤带货，53斤，53斤，回鱼20，对不对？一斤嘛，你本来回鱼2块嘛，翻10倍是回鱼20，对吧？对，53乘以20，1060，1060是吧？1060。 去回师妹，再去回一下星星呢，看星星有多少。鸡肯定是吃定了吧？哦，星星不比我少啊。哪里？你少多了。少多了。少多了。也会上岸。40斤。43斤。43斤就等于说38斤，货也是5斤。30斤上岸，对吧？对。30斤上岸，盘它8斤，鸡没问题了。 你看，我们两个鸡也给你盘了，1060G 的转账，转账啊，鸡的转账啊，鸡咱等一下就吃了，哥。把你当队长还下手，这么狠。